看看新闻网。那其实说到演员，除了刚刚那些之外，他还有很多，就是像在水下的一些戏份啊，他也要进行一个不一样的尝试。像陈思诚呢，最近就在上海就是拍摄了一部，讲述海上救援题材的一个新戏。听说呢，在水下拍摄的戏份呢，已经超过了一半。但是平时呢，陈思诚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那种爱情文艺范儿的，对吧？就是要和佟丽娅出现在一个画面当中，或者和别的女生出现在同一个画面当中，是至少也是美美的。那这一次他能不能 hold 住呢？去看一下。其实我演的是一个中国版的超人，中国版的蜘蛛侠，英雄无处不在。对对，反正不完全统计，我在这个戏里救了能有300人吧。10月16号，电视剧《碧海雄心》在上海召开发布会。作为首部海上救援类的电视剧，《碧海雄心》的大部分拍摄都是在海里。作为男一号的陈思诚一上台就吐起了苦水。在接受采访时，陈思诚更是自曝曾经因为太过劳累，在片场是直接晕了过去。因为我天天扛那个大的那个氧气桶，氧气的，然后就是在水下面拍很多那个水下的戏，就有的时候会迅速潜得很深，然后再上岸的话可能身体会有不适，所以有一天就真的拍潜水的戏的时候，上岸以后我就晕倒了。陈思诚，你这可是要拼劳模的节奏呀，你这么拼，你们家丫丫知道吗？当时身体出现这个情况，老婆佟丽娅有没有关心呀？但我没敢告诉她，怕她担心。既然这么苦，那为什么当初还毅然决然地接下了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因为搭档的女演员是她心目中一直以来的女神。袁泉是我师姐嘛，然后就是我一进学校就很仰慕她，这种仰慕一直到现在。对，然后是一个我认为中国最具备文艺气质的女演员，我一直说她是中国文艺女青年的代表。娱乐新天地上海采访报道。